还没啦，嗨，我是摄影大哥。因应剧本的需要，我们常常需要来分配说，演员需要演什么角色，演员需要演什么。我们跟那个奇怪的公司不一样，我们演什么角色是抽签的，才不会那个什么跟导演睡在一起，然后看自己能不能当女主角的那一种位置呢？没有，我们抽签的，我们是这样抽签，抽生死签。这里有三支签，他们一人选一根，选到最长的那一根呢，就是负责演这一次病入膏肓的病人。等一下，怎么我看得到？完全看得到，会不会太高？这我完全看得到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哎、欸，重来哦。再来一次。你呢？哎、欸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来啊！那中间那个嘞，就是即将要生病的那个呢？我、哦、你抽抽看就知道啦。嗯、好，最长的当病人。对，最长的当病人。姐姐，嗯，好。没有三个一起抽。三个一起抽。三个一起抽。哦、等一下，哎、欸、啊，我在哪？准备了吗？一二三。三。是你。重病者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以为你当重病人了，每次都是我，大家都说是你怎么做的。接下来我们的角色已经决定了，这一次的女主角就是由 Pola 来当选我们的重病者。我不想当女主角，最佳女主角。那第二女主角呢？然后就采取决定就好了。好了，结束了。